看看这几瓶老酒啊，颜色都发黄了。1983年产的，这个喜酒，爸爸，那这盐酸菜的管子咋样？这里边是葡萄酒。那葡萄酒咋了？拿到泉山那边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两个坛子里边是我自己弄的那个葡萄酒，这是去年弄的。刚才这个盖儿一打开，那个味儿，葡萄酒那个味儿一下就上来了，就度数应该现在挺高的。等会儿把它放在这个里边。啊，先不弄那么多了。刚才骑着那个三轮来的时候，晃的有点狠了。现在比较那个沉淀的那个东西，现在都搅得太浑了。等会儿让它澄清一下，让那个沉淀沉淀，再把那个这个比较上面比较好的再倒进来。现在你看倒进来，这个里边特别的浑。然后呢，这个葡萄酒是去年酿的，酿的不是特别好。但是这酒味儿还是有的，就是因为那个葡萄，也就是那个普通的葡萄，然后里边青的比较多，再一个也就是没有发酵好，就是发酵的时间短，就是把那个皮都给捞出来了，所以说这个酒吧质量不是太好，但是能喝，还有点度数，喝过几次吧，等会儿呢，弄快点尝尝看怎么样。看看这个葡萄酒，刚才一倒的时候还特别黏，然后我们那个渣子已经沉淀到下边了，就是唯一的就是颜色，欠缺点，尝口看怎么样。这个劲儿应该很大，因为我当时放的那个冰糖太多了，就是糖越多嘛，这个劲儿越大。这一口下肚有点，还有点烧。这酒估计现在都得有个28-29度，就这个葡萄酒。
每天少喝一点，这个对身体有好处。这个葡萄酒吧就是，软化血管，再一个就是有助睡眠，没有，但是多喝多了对身体也不好。每天就是每天整点吧。这个杯子是二两半的，刚才我倒这一小碗应该是二两，这二两喝完了，不知道有没有醉意。我这酒量不行，就是能喝个三四两酒吧。哇，这个葡萄酒啊，就是后劲儿大。等会儿，停一个小时以后看看，有没有这个头晕的意思。一会儿呢要去犬舍，里边那个犬舍把那条小狗给带过来，我自己留的一条小母狗，现在有四个半月了吧，快五个月了，给它简单的做一下训练，走吧，咱一会儿看看去。
你看。酒劲儿也上来了，这会儿头晕晕的，哇，太懵了，下次再喝的时候一定要少喝点。刚才这条母狗是那个诺基和黑妹生的，这是我自己留的一条，现在长得还可以，给它取了名叫莱卡，起个洋气点的名吧，之前的那些。大狗起的名字，多少有点这个土吧，然后这个小母狗，给它起来一个这样的名字，莱卡，喊着也比较顺嘛。现在看它就是整体的这个结构线条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性格上面，不知道后期还有没有变化，性格上面感觉稍微的欠缺一点。将来就是犬舍，会淘汰一部分，就是说不太理想的犬舍，然后把品质搞上来，所以说这个上面要去下功夫，包括它的性格，要去培育，挖掘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，结构，也要培育，然后还有它的品性，这三点要合一，遗传基因也是一方面，后期的培育就是怎么说呢？我感觉还是各占一半吧，遗传基因也有很大的关系，喜欢这个西班牙猎犬的朋友，关注一下我，有什么问题咱共同交流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